哎呀，感谢大家的掌声啊！一上台没有别的，在这儿呢，我先祝愿咱们在座的好朋友们，您是身体健康，万事跳如。你干嘛？你吓我一跳啊！你干什么呢？你，我这说相声啊。说相声为什么还要拜年？我这会儿拜年是不是有点早啊？我啊，你还知道啊？我这你这你不懂啊？不懂什么？我这一上台啊，大伙儿对我还不太熟悉呢。哦，我给大伙儿送几句祝福，哎，这样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。还送几句祝福？嗯，你倒送点有用的呀，啊？你给人送点钱不行吗？就是说呀，哎是，还送祝福，你真有意思你。你这不是，但是我说这话多好啊！好哪儿啊？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。这都哦，那呀，你的意思是说不祝大伙儿身体健康，大伙儿身体就不健康了？哎哎哎，不是我没有那意思，不是您这干嘛呀？啊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啊？不是我这我没有那意思呀，还祝人家身体健康，这不希望大家都好吗？健健康康的。你不用说那没用的。嗯，你祝福谁呀、啊？你祝福人家，你祝福得着吗？你配吗你？啊，你倒霉模样，你健康吗？你看看你，不是这话说的，我怎么不健康了？哎呀，你健康，来来来，我问问你啊，平时熬夜吗？熬夜啊，这健康吗？不健康，这不健康。平时吃什么？哎，吃外卖啊。健康吗？哎，不健康。平时运动吗？不运动。这健康吗？不健康。你听听啊，您别误会啊，关键是什么呀？我们这个演出多，没时间运动啊。演出多？对呀、啊。你平时都演什么节目？像什么这个反七口，杨上树，翻四辈儿，这都是伦理跟的节目。这健康吗？啊，这爸爸儿子占便宜，这健康，这个不是，这不节目需要吗？这都是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什么都不懂，我告诉你啊，嗯，你知道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吗？这拼的是什么呀？寿命，寿命。哎，你管他有没有能耐的啊？熬死他！你可这，你就是艺术家。哎呦，那我就是艺术家了。那当然了。哎呦，当然了，你也别高兴太早啊。啊，说句心里话，就你这模样呢，你说你能熬得过谁？我怎么熬不过？来，咱不用说别人啊，啊，你就看人裘英俊，怎么了？你熬得过人家吗？呵，你看人家的满面红光，精神百倍，大发财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吃嘛嘛香。行了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？怎么了？他给你钱了是吗？不是，你看看人家这状态，你熬得过他吗？啊？你这是人家比我强，还是的呀？哎呦，你再看着王春阳，你看、啊、王春阳呵往那一坐，哎，怎么了？壮的跟个牛犊子一样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，那确实，你熬得过人家吗？那这是人家也比我强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再看周培岩，不是你是没话聊了吗？灰头土脸，印堂发黑。哎哎哎，这我可比他强吧？你倒霉模样又出来，你跟他比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就要成他了。哎呦，那也太惨了，那也。那可不嘛。不是，那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交给我了。交给你了。对喽，你说吧，啊，你想骗我点什么？嗯，什么叫骗你点什么？朋友们，我太明白他们这种人了啊！一上台啊，先说，哎呀，你不行了，你要完了，然后呢，就开始、啊、给你推销他们的产品啊，骗我点钱，到最后呢，他走了，把我扔台上，哦，骗我呀，是不是？哎呦！你怎么那么清楚？废话，你们都这个套路，我们都这个套路。对了，哼，咱俩这关系，啊，我能骗你钱吗？能。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？是。钱跟健康哪个重要？钱。你是要钱不要命是吧你？哎，我有钱了，我心情就好，心情好了，我就健康。好，
哎，行，来，我问问你，你现在演一场多少钱？演这200啊？给你200万，多少？你看一说，你看一说这个啊，看吧，天眼都开了，看见了吗？看了吗？不是，他给这么多钱，我能不高兴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行，好，就即便就给你200万啊啊！你演完出下了班，200万你拿走了，哎，你到了家里，你咕噔你就躺那儿了，咔嚓你就暴毙了，你媳妇连夜收拾东西，拿着钱就改嫁了。你就说你难过不难过？你缺德不缺德呀？啊？哎，我媳妇儿连夜就跟人改嫁了，怎么你给她下家都找好了是吗？我是想告诉你，钱绝对不是重要的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行行了，你甭说那些没用的啊！明天我就去健身房，我办张健身卡，我天天锻炼不就完了吗？有这钱办健身卡，我的天哪！你这不，怎么了？你这样，你这样似的啊！你这样，你把你多现在多少钱？你那个健身卡？那个不贵，是啥？年卡也就2000来块钱。2000来块钱？对，这你给我，你把那钱给我，我罚你1000。我有病啊！我自个儿吃自个儿回扣是吗？不是你不你非给他找你吗？你办那个干嘛呀？干嘛我锻炼去我？哎呀，不用，怎么了？我就能摆平。谁呀？你？对，交给我吧。哎，你现在不了解你的身体构造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去养生，你得用一种接近大自然的养生方式，最接地气的养生方式来调整自己，这样你才能健康。啊，这么说你是比较专业是吧？那当然了，那专业干这个呢，你甭管了啊。哦，我好好训训你。什么叫训训我呀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这是行业术语，你不懂。那训练训练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我问问你啊，这要是把我训练出来，简单吗？太简单了，跟训狗一样。什么话呀？这什么叫训狗啊？我的意思，我说我训你这种人都训得够够的了。训得够够的，训得够够的了。哦，训练的多人，训练忒多了。哦，那你说我这个我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对啊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。啊，这个问题可能或许很难。啊，那您问吧。你得走点脑子了。我实话实说是这样。哎，你平时啊，就是你平常的时候，就是你就是吃饭吗？这不废话吗？不吃饭我不得饿死呀？你都怎么吃？我怎么吃我？我坐那儿吃啊！完了，完了，这能健康吗？这不健康啊！不是坐着吃，这怎么不健康了？你想啊，你坐那儿吃饭啊，当食物进入到你的食道的时候啊，然后这食物是不是咵嚓一下就进入到你的胃里了？对啊，哎，这时候胃还没分泌胃酸呢，这食物又进入到你的小肠、大肠，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一种事情发生，会发生什么呀？翻肠子。哦，翻肠子，谁呀、啊？谁翻肠子呀？你拿我当狗了是吗？什么不是？我怎么还翻肠子了？我犯肠子，犯肠子，容易犯肠子，肠子里面有污渍。哎呦，这专业术语我是真不懂啊！这是、对呀、容易有污渍。对呀，不是？那我请教您一下啊，您说，您说我应该怎么吃啊？怎么吃啊？对，你应该啊，让你的食道跟你这个胃啊，还有你这个大肠上。处于一个就是水平的状态，保持水平。躺着吃啊？哎，对了，哎，这可以这么说，对，没错。我趴着吃饭。哎，对，趴着吃。这样的话，你看他这样的话，不就进入的就慢了吗？你想，这那么快吃完，咔嚓一下子。哎，对对，哎，您说这个有道理。是不是你这样吃，咔嚓，那跟下水道有什么区别？哦，那我就得趴着吃。你趴着吃，这缓慢的进入，行，慢慢的蠕动。哦，那我就按你这个方法来。哎，你看以后啊，我甭管吃什么菜，我就趴着吃，我就。对了，就得这样。行，那可以。啊，哎，对，我再问问你，你吃完饭以后你都干什么？我待着。完了吧？完了，这健康吗？这个？不健康。就是说呀，你看咱们这朋友们都知道，你吃完饭就待着，这肯定不健康啊。人老话怎么说的？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。是不是？哎，你这好家伙，饭后往那一待，哎，你这往后一待，咱说句心里话，你还活不过一条狗。这个说话这太损了，这不是损本来吗？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得溜溜你。
怎么叫溜溜我呀？你不是溜我？我这人说话有点这个，有点我的意思是你得溜溜了你。我说话就是有点倒装，哎、你看了吧？溜溜了你得溜达溜达。哎，对了啊，我行，那我就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溜达溜达，对，出门走走呗。哎，对你出去溜的时候，你都拿什么溜啊？拿什么？什么叫拿什么溜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这。哦，您问我是怎么出去走是吗？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这还用问呢？这不就拿腿走呗？拿腿走能行吗？怎么了？这不健康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你得加上手。怎么还得加？怎么还得用手呢？这四肢并用，五体投地啊！哎呦，吸收天地精华，这个时候才叫接地气的运动。哦，这还得趴着走？那当然了。哎，那我得溜多长时间呢？溜到吐舌头为止。哎，这什么叫吐舌头为止啊？怎么还得吐舌头呢？对呀、啊，这时候你身体反应是有信号的呀。那个时候你严重缺水呀、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哪儿啊？这叫吐舌头？我这还是拿我当狗呢是吗？不是说拿你当狗，你这不是严重缺水？你看你这来回攀爬啊，来回溜。严重缺水，这是让你快速的燃烧卡路里，是不是、啊、你这不就出反应有信号了吗？哎呀累呀 我得多玩命啊，我溜的。哎，就是说嘛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家了。哎，这别回家呀。啊，哼，我还没有大小便呢。大小便干嘛呀？对嘛，你这不就是遛狗吗？你怎么老说这遛狗？怎么老是跟遛狗有关系？干嘛呀？你废话，就又让我拿用着手，又让咔咔这么四肢趴着，这我问你，你让四肢趴，是不是算是有氧运动？是不是挺快的？这样算不算燃烧你身上的卡路里？你自己说，你动动脑子，你想想，不是这样能行是吗？那当然能行，快速消耗啊！哦，反正我一吐舌头就可以回家了。哎，对，可以回家了。哦、哎，你记住，你回到家以后一定得补水啊。那我肯定得喝水、啊、那时候身体严重缺水啊。对，那我就多喝点。你都喝什么水平时？我喝，哎，我喝热水。热水不行。哎，怎么了？对食道不好。那我喝凉水。凉水不行。怎么了？对肠胃不好。那我喝茶水。茶水不行啊。对睡眠不好。那我不喝了。不喝不行。怎么了？对肾不好。不是，那我到底怎么办呢？喝生水。这怎么还得喝生水？对呀，生水多好啊，最接近大自然，这是自然的养生方法呀。哦，这吸收的快了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你喝生水，你这我告诉你，你喝水的时候你可记住啊、嗯、哎，你可别仰着坡喝、嗯、这容易卡着，容易呛着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我应该怎么喝呀？我这、应该怎么喝啊、嗯、对了，趴着喝。趴着。哦，这是跟那个吃饭是一个道理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就这意思，就这意思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不行。怎么了？趴着也没法喝呀。怎么没法喝？你可以拿舌头蘸着喝吗？等会儿。不是，这动作我怎么感觉那么熟呢？这个、哎、行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哎、啊、最重要的是你睡眠质量怎么样？啊，那我睡觉还行。不行，我睡觉可以。不行，你看你一听就瞎话。你这睡觉能行吗？你看你最近这都掉毛了，你看啊。什么叫掉毛啊？吃咸了是吧，哥？啊，我这头发有点稀，我。啊，这就是睡眠不好，睡眠不好。哦，跟这有关系、哎。多新鲜，肯定有关系。你平时睡觉你怎么睡？这么我就躺那儿睡。躺那儿睡能行吗、嗯？睡姿不对，起来重睡。嗯，我明白了。嗯，这得趴着睡。不对，这趴着睡也不对，啊？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半侧，半趴，拿你的脑袋够你那膝盖，形成一种字母的 O 形状。对，就是、这动作不好拿呀、哎。那可不嘛，太难拿了。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、嗯，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你的睡眠质量。我怎么保证呢？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别人打扰你。如果别人打扰你了、嗯、你就要用你最独特的养生方法大声的训斥他。我怎么训斥？汪汪汪，还是狗啊。